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Oh.
首先呢，要问候大家。那么今天呢，也是课程的最后一天，所以接下来就是课程会要进行。课程呢，课程肯定的，他其他个就是今日安尼时间，他们些个人效应出去。嗯。安尼吃啥都，我要说的，鸡蛋吃啥都不吃，吃啥都。안에조화둔주도부임이나둔주도수미세니지유이바당에안에디수레양아주지랑기니베칸조기에펜둔주구야디게스미주슈스미레다디링이모데에조오데단조화미스오므르베조화미핀수那这个节日啊，就杂志党，强强，那一切，衰衰，家的开什么嘛？那这开什么不得？俺说他如何米？刚才，屯住的名字，俺说这地图给错下去，要的，
这都说弄不下来，这里就算了，那提出来吧，突然之间，说是这样的，蛮对吧？可以吗？对吧？可以吗？那蛮对吧？在菜味中间，清蒸用过吧？都过在菜味中间清蒸用过吧？这当然就落落叶面上顶额里啊，三五千钱。想突然起床，啊，就是那边娘娘了爸爸呢，他做完东西，用突然的时间，但有明年看到了呀，啊，就泥路，他说泥柱的一点，新给新给来的泥柱，我有泥柱。自然长多大？我有那句就是，忙不及，我就马些不马的，都新的好嘞，新的好的，一年，我就是我有那句了，冬天前对面嘛，然后呢就，马上出去落冲啊，啊那我让对我也吃嘛，然后呢来了你们来吃嘛，他就是。看到了呀，刚挨打，几个的疼痛一年，什么都不解决，给叔叔一年的，那那是制作全用的一年的，还是哪里啊？疼痛一年就刚挨，忙不起，啥也行不当，疼痛刚挨，那不忙不起，那那就说的要嘞。那这边就是呢，提供这些呢，当然就是上面西边当的，那制作啥的，刚才给的就是那些出品就是呢，制作的，偏的，硬骨的，刚才给的插头的，内容物料的，这边就提供这些呢，还是给所需的三级的呀，三年的过呢。都是吃啊当，年数量的，开出去打差的要送的。所以在这几天的课程当中呢，之前主要谈到了，首先是总的来说，从全面整体的谈到所有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是具备恩德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做了思维跟学习。那同时呢，也对于一些个别的众生，举例来说，像是动物，我们说动物也是我们要观修慈悲的这样的一个对境。那么尤其也谈到，对于动物，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能力，然后尽力的呢来利益跟帮助他们。那么接着在今天呢，主要要谈到的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互相之间我们要具备的关爱、信任跟包容，那这些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说人跟动物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人的这种感知力跟感受力真的是很敏锐的，那尤其对于这种苦跟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那么很多时候其实自己都可以真的能够理解跟感同身受的去感受到，就像自己不喜欢痛苦的这种感觉，跟自己想要得到痛苦却得不到的这种感觉等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在你的心的这个镜子上，我们比喻心像是一面镜子上，其实这种苦乐的感受它是清晰的都显现的出来，我们其实都直接在感觉都能经验的。然而呢，很多时候一些当我们面对一些实际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却好像不知道也无法了知这些情况哦。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我执、我们的傲慢，或者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懈怠、我们的轻视跟一种不在乎吧。所以也因此造成说，我们人与人也好，社会当中也好，个人也好，各种的这些困难也好，恐惧也好，它还是无法消除。你会看到在各个地方、社会各个角落，它还是有这么多的问题层出不穷。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应该好好去思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整个社会它是由
非常多的个人个体所组成的，所以说社会的喜乐、社会的祥和，真的都在于每一个个人我们的肩膀上，这是我们该承担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回到自己，回到我们自己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的发心还有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善的，还是它是恶的，我们要好好的观察它，而且要如法的去止恶行善，这是很重要的。但说出来啊，第一种来的，说出来啊，刚才才来的，看到那句肯定是哪里原因啊，说出落也输了，这甚至他们先见面的吧的，当然是的，两个想把他引起关别搞了呀，两个做学术去，他把做到这，你想不清楚什么关别搞了呀，两个做学术恰恰，但这里啊，那这别忙过了下一晚了，但这样，既然给他。先片主持下的超级呢我就什么的一直告诉他先片主持的三年超级特别告诉他你都签不起他也呢人卷他签不起就起他过月拿了不下去他也就你的先片主图嘛的先片中间是的三年这那么主顾三星都被四千个团的片用给这最麻烦但我就是四千片不起给大家就知道米子给撇不起去，那个米子水桶买不起是吧？那水米子桶是给钱也要买的，现在这个米撇不起去，先别注意些呢，可能搞不多事啊。但是他那就说是，三不上三路切切，我这些牛员的，三不上三路切切，那这其实，学过干给些，那啷个来呀呗？没得这样什么呢？俺常常的把这个制度上呢，你没得去考虑呀？去，从那面子去考虑这个多，去没得去检查了去，多少什么了去？俺是去米罗丹说了，俺蛮多别人有点说这样过了哇。所以他那些其实这样子嘞，可能还好不下多少。但先别被加钱不被七七六这些的那些别主要啥的刚好不起来的生意都用的多但因为的这两年就别存了这些了它中级区别呢它中的大陆也拿不出去现在大陆那配东汉几乎到了三千不九千那没东汉嘛别再说小不了各地都穷别中级的中的米山这个南路里啊，气就完了，气脾气，脾气阿不少，阿不少什么在的，阿不少的样看，人家给看着，阿不少，阿不少就完了，气体那金大的，那金大金大做的，金大的金大的，这的那泡沫。全全的路都给车的我就车的车要的是俺对于俺的金大的朋友全全的来去的你俺的这不是大要的是对当然是去的对于看你不是大要的是所以个人的在这里时候的羞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对于一个观修悲心修菩提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无论当你遇到的是痛苦的情况也好或者你得到的快乐的情况也的那个时候也好你总之你要记得在你的心中的某个角落还是要记着众生的就说你不能够忘记众生了那在任何时候你都不忘记众生这可以说是对于一个说是要观修悲心观修菩提心的人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在这里也谈到说一般来讲说要帮助他人说利他的时候啊，很多人一谈到利他
都会觉得说，这一定是需要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才做得到，或者是要一个很厉害的这种人才做得到的，会觉得我这样的一般的凡夫是不可能做到的，或者会认为利他呢都是那一些趁愿再来的这些转世者，然后这些菩萨们他们的事情，他们才能够做到，像我们这些凡夫是做不到的，而且会觉得利他似乎很困难。像法王说，以前他也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譬如说有时候你想帮助别人，你带着一个善心，你试着在路上给看路过的人一颗糖果，但光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善行的时候呢，你看路上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很奇怪，然后还会这样子的反目，然后瞪着你看，都会觉得很奇怪。光是这样子有时候都觉得哎，要利他都很难了，那更不用说在这里佛法谈到的利益众生或者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很多人谈到利他都会觉得很困难，但是呢，比方说在这里他要说一个故事。那这是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年呢在青海的碣谷镇，那发生了一个大的地震，很多的人员都伤亡了。那这个故事呢，是当中有一个家庭，他当养这个主人呢，他养了一个獒犬，同时这个主人他也有一个八九岁的这个小女儿。那这只狗呢，也特别的跟这个小女儿很亲，而且也很听她的话。三脚背家里小白的了，小白就是就不是干嘛的，现在三脚家里但小白的了，所以没有空的。没事，他地广大的了，地基地是不是树都是都对准的名字？那是不是树在那公司里？你也不顾么做了是？说你小白，他对准的名字，基地是不是树都上面呢？那泡沫的卡出来的。七六年啊，就都是把七国上面住，七国上去，那脚踏那住的七柱都山呢，那脚踏的把天气别的天气，那他妈的老板的小儿子，那老板的小呢，我那些大舅他说的，就天一都山，老板的小都山呢，在基地这里啊。就主要的都是说的，这样记得就看没什么钱，最用钱。哎呢，大部分目的的土路的嘛，是不是修清不天呢？俺那边的天气呢，他说的，别个吧，最近的他，都是空中山有这，最近看见不是就这边，土路呢，把这树树叶的天就散了，空中的这个些，现在都是看到了呀，哎呢。其实修车不有的啥呢？那把书记了呀，天不得事。当然，今天羊，其实羊看看没什么，羊拿了也落去。拿了路都是开了车都在都啥呢？拿了呀，这个部门的老军姐些对不对？我妈就有这，我妈不出去去。那爹妈只有我的事。爹妈，那只有你啥呢？今天这里呀呢，那部门的我有看见了些这。三嘛就是一岁嘛，六三他所以叫有事嘛，所以叫呢，看不清桑，估计人看不清桑嘛，丢人子，丢呢，那晚上去打就六三呢，俺的马上我妈补的，都每个月的虽然都嘛都俺接都都是，俺记得洗手，记得俺刚买那洗手，他这里六三呢，他的卡里六三的存下的，就是那记得。那果然是三九月呗，哈国，哈国印度山，这当然是当然是米日进的，朝鲜的，然后米勒我全部三九了吧呀，我全部的这些都是，大家文明都是上了，这年个天来呗，说说个倒不看有个呗，倒不起有个穿着的嘛都，大家对吧？这年个哪路里啊？年个了嘛怎么去叫退年？看来还不严重。好吧，都第一个了呀。今天就三就冲突啊！那就三五节就是三五节，三五节不是就三呢？看什么说就三呢？这几个地体的话，就群主先把这要炸，群主先给他把它，好啥？你这个好啥？啊，群主是不是出解释先不得？啊 ，raise water？No，that's very big one，tail or something。
Dal, dal. Dam, dam. Dam. 다 춘수에 로 용고를 했으니 미 강가로 아니 딱 미 가시 내셔로 봐 디조지다 딸로면 상말로 배워치면서 리강이야 다 미망보다 선임 겹치도 사네 은혜 전에다 미 가시에 다도 손보라도 여로 봐 다지 남산남산 깨고 아치네 지 가시 가시 아니 지 깨부터 용고 있어 봐 이내 다지 춘수에 내지 손 용고를 제재배 강가로 배워치면서 다 리강이야 디네 사야지 고쳐 다 내배 이미 가시다 但南山这边呢，所以叫不大家南山民族店不看，没钱不钱钱，所以说你不机会不叫不赢呢，哎，没有看些算不得，叫不得样都是。现在没讲过了呗，这泉州人呢，老用过来的，几乎都去泉州的姐姐，哎，丽江的呀，比较亲的，哎，那个，他说南下个，他看别话，南下我的三路都是几里啊，南下个民族街，大龙、青龙街没进过去，他看些看些都有几路的，马上去比较亲不是多。但现在。미 배우신 여 키 배우야 말이지 비게 믿겨버려 내 인도산에 다 된다고 쳐야 간다래요. 아주 삼사지 남리 중부대기 펜토규 삼 삼사지 로가지 이때 가져왔다 펜토규 삼을 삼삼 뇌경계를 지도 다 간다 간이나 미네다 지 키 땅 아주 주주체래 지겨워래 근데 지금이냐 안다 거진 전시했으네 장도 ane xian la pen de shen ran zhang du wo de di pen bei chao a zhu ge ya de na tie zhu qi qian na ga zu ji chen zhu ge sheng ni ji si du san ne xian ju ga de bei ge wei xin yi de zhi su ge ya de ta ma shi ne ye de ma chang men zhu de jian ne guo ye tian ba yang ru ba guo ye tian ba xin ge wei tian ba a tian ba jiao shen ma tan ba jiao bei tian ba ka se guo ye tian ba ka se 那那那下面那个石头啊，那边有一个嘛叫，那叫什么？不是大理石的。哦，我地方。哦对。他提了说的，你这几马上的，刚把有几的天边拿来的话是，刚把有几的天边吃了下，本来他没几马上，他本来这几边，米几。 그러나 강바지 메사 되지 타코베 안자 남산 멤버 통주자 남산 강바지 칠로네 퇴하고 매주 세제 강바지 칠로마 퇴윤주산 강바 예지 되다 그 칠로 퇴윤주산 퍼지다 강바 예방에 내려와 아니 마치 예방에 내려오나 가시다 쟤네 다 그러다 강바 예방에 내려주잖아 강바 예바디 템베 나로래 없지 강바 예바 템베 칠로래 진짜 다 디버로래야 남산 간변 나는 저 수수기 안다 능미도 주여봐 천재 다 당부 당기 당부 안다 직자대 멤버 통인들이 상호 전화가 맞죠 저 일로 배워봐 다 캠 템베 지나래도 산에 간변 나로래 수수 능미여봐 천재 남산야 안 치러 겹세네 능미 겹은 신세네 아주 더지 셈해 전 셈해 가서다 전주교 쌤 건데 겁리네. 대나시 고아레스. 까바예지 데다 소수체성마다 소수지 나바탄제 개베 공파 두야로 든지지게 체다다 보고요아레스. 까바예지 데 아니 심지에 탐제에 세도 샤오레스. 어다 든지지 사주아레. 다 디소르지 바지 고아르지네. 마다 까바니가로 엔치로 할 텐세 아니다. 셴베 전주 쌤 사다 바지 카버지다 간다 디소르지. 나 지금 쌤 그 체가 체라 지금 쟤는 다 아주다 나도 여러분 죽고 그래 다 봐도 지당은 매력 지입니다 지당기다 기후 해봤지나 소수역이 또 가서 초와 주변하고 되는데 내가 최고 그래 그 맞을 수가 없 말해 아 이제 최고 그래 야 다들 야 차를 니고 차지 차지 나도 체도 그 차와를 죽고 그래 나 이번에 차지 아니 현역 시도 체제 다 너랑 장된 무식 많이 봐 소수 미진한 게 니머지 차와 차변 나눠려야 차지 장된 체도 땅 차지 현역 체도 나도 있네 내가 그러다 현된 무식 자들은 나는 이제 가라 가버지도 다 현된 무식 선물다 가라 가버지도 때려 전주 선물래 근데 여와도 전주 선물 타마도 시험 하고 전주 선물 진이지 줄래야 아니 현된 저 좀
대신에 양 버튼 버스 유스다. 다들 마디만 쉬. 所以当时呢，在地震的前一天晚上，其实呢，他们家的这只狗呢就很反常的就开始整夜在那里叫，在那里吠着，那甚至家人都没有办法睡着哦。所以第二天一早呢，这个小女儿呢，她就想说要把这只狗赶快可能带出去散散心，让它静下来，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嘛。所以呢，她就也拿着这个铁链就拉着这个狗。但是呢，一绑上铁链的时候，这个狗它就开始挣脱，结果呢就开始挣扎，然后结果就挣脱了铁链就跑走了。那女儿也吓一跳，但眼看着哎，这只狗呢它又跑回来了。通常说一只狗它这样挣脱之后应该就跑走，不会再回来，但是这只狗呢马上又回头回到了女儿身边之后，就开始咬着她的衣服，拖着她要把她拖出去。那这时候女儿就很生气了，她就觉得说奇怪，平时狗都还蛮听话，怎么今天连我的衣服都敢咬呢？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小女儿她也才八九岁嘛，所以这只狗的力量，獒犬的力量是比她大的。总之呢，这只狗就好像很用力，就要把它赶快要拖走，结果真的就拖出了这个房子。那没想到看着这只狗呢，它又往这个房子里面跑，一跑回去，她就想到，因为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弟弟，比这个女儿还小的一个小弟弟，这只狗呢原来它要回去再救那个小弟弟，要把它拖出来，但它一回去的时候就地震了，所以这个时候房子也塌了等等。那当然这个女儿在外面她摇的也都很紧张，最后差不多停了，她跑回这个房子里面去看的时候，她的小弟弟还好安全了，只是受了一点伤，但是那只狗呢却被压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说，哎，这只狗，哦，它能够预知地震，好像还蛮聪明。但是我们自觉聪明的人会觉得，其实这只狗不够聪明，它还蛮笨的。为什么呢？因为照理来说，聪明的人应该这个时候自己逃走嘛，怎么可能还跑回去？你看，跑回去还被压死了，这个狗很笨的。所以法王说，其实当时也有听说，就是地震来了之后，其实在当下的那一刻，就是地震完了，很多人被压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去救的话是可以救得出来的。但是呢，因为很多人他怕说那个水坝的水会决堤，所以很多人呢那个时候地震完没多久都不管家里面那些被压的人，他们全都往山上跑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但当时也听说很多这些动物都倒是没有走，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这只狗，它是那样子的，你可以说感恩也好，它回来还救这个家庭。所以我们说人跟动物比起来，你说人好干起来好像很聪明，但有的时候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好像聪明也没什么用，有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了一些伤害。但反观说我们认为不够聪明的这些动物，像是这些狗来说，就像故事中的这只狗，它却真正做到了感恩，或者说真正做到了利益别人，利益他人哦。所以这让法王说他想到说，噶当派的过去的祖师也提到过说，什么是菩萨？当时祖师们他做了一个比喻哦，就好像说一个人，当你说要跑出去这个房子的时候，不是有门槛吗？所以你的一只脚，当你要急着跑出去，譬如说好了火灾的时候，你要冲出这个房子，所以你的一只脚踏出了门槛外面，好，右脚在外面了，但这时候你的左脚还在里面的时候，那一个菩萨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他会想，你会想到不要菩萨啊？菩萨不是菩萨，意思就那个人会想到。就是你那时候会想到说，就好像那个人他会想到说，家里面还有人，所以呢，他虽然一开始他急着就要逃跑嘛，但是呢，这时候他会想起来，一只脚在内，一只脚在外的时候，他能够想得起来家里还有亲人。所以同样呢，对于一个菩萨也是一样，尤其像我们现在在观修慈悲心，说是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我们的一只脚踏出去是朝着解脱的道路踏出去了，但是我们另一只脚你要留下来给众生的。
那么如果两只脚都出去了的话，那不太行。当然我们说凡夫嘛，你总是还是会想到自己，尤其我们说一般人，你还必须的确为了我们的生计，你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你不能说我完全不想自己，这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无论如何，你尽量的要除了自己也要想着别人，你要分成两部分。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天的工作也好，生活中你试着分成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是为了自己，也要一半的利他人。当然我们说你100%全部的都是利他，这也是很难的。我们说菩萨也有分为上中下的，这样的菩萨来说的话，当然不说下等了，就算中等的这个菩萨，他都还有这样子的自他之分的。大概还是先别中国都送算了，就这样我要的yin bi ne kala khabu tu dhaga da shena ma shena ngaran le de kangye do ta yin du sa ne kangye yu bi yin sa a zu ji xian bian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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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ma xi bi xian xian ji ha shu le ta sem jie ji ji le yang ji xian pi ha shu le ta ku ne dang an da na xi ku jiam zhong ta na xi ko le ya guo ya ge an da kan de 滚火，这个就是民众们这样的嘛，都，甚至上面那档机关当，俺们可以后来啊，国家的机关机关，查一下嘛，这机关机关名字，俺这甚至他们这个团组织就是啥呢？甚至他们这个，他说的是，那档可以吧？甚至他们这个，俺大概在北港、扬州的张老阿哥过多，这人就是俺说他们这个开不起来的。시작탐색해봐요군계공화조사야돼미가시에서이제군계에서이제경사동도이제군계에서이내마직가서해다이제산도체제이내마직쓰용해이외소지가서이제즉무로체제미는마다가서남겨있는마쓰용이외소다군계인데야차네이제이내마쓰용하지램다도차네서말다도차네서네이제휴스계신분도다간다샘제몇번만보여줘봐라안에시제니루두마시시에고위에베인주사네딱군기탐제이캠베람지모두까면지제도와다디초하등안에유다군기에난다말이다다군기에서말이다나초하준주에지에디초하다하라사람니마질이양아곤도쇼베라곤다지쇼베멜쇼베라쇼베쇼베는니군다제자시다나루공쇼케바민도다하는니마질라랍시안주도你们进来呢突破通知都咋呢突破这些下学呢长没有啊啊长得有啥他长死了就下长下长哪不去吧下长哪不得哎我的果然群居街的是不是嘛这些突破这么多的这么多难过弄下俺怎么都有这么多摇摇的下下他摇不摇不起亲戚俺出去住下去出去都咋呢我真度的拉不明白我拿了听不懂些可卡的了的印象的是真的就是我当初的规矩的家的是对就是那些继续拍拍的给用这些脏话的刷起我现在规矩也没有规矩没有的他还叫了这些这些还没有但是我最推荐没得去就是那没去那种就还叫了还是的哎呦主要干了嘛那还是人家的蛮难，俺那干啥？看你要武打些干啥？看要干啥？看你要看肚子，那就武家的去吧。干啥地面？但是那个钱难弄。看的看肚子有么子？有么子他？他都是人家啥呢？俺就不要去吧，干不起，穷穷去又不去，又不去，身边有谁去？天天就吃鸡样去，搁厨房干两天啥去？这些人可打得塞去塞，这那个输得下，这些这些革命的，那个输得把下去，输得把下呢？他说，他西安那边呢，说毛那边去给，他这里，俺们这边的土著人俺干的清楚的，第三年过来的，我都带命的，没事可以照顾了经营噻的，可是呢，就母鸡提提多啊，铺那大事大事就过来了去给去吃多，过来能去。现在这三年小白过同安门的这些那个还是啊告诉大家数学些什么来的这些呢他的意思这些呢
간다 에 기시된 두산에 장매기 장매 겹수인 쓰래 다 간다냐 내니즈 주말에 나 디두산 지 텐초 다 미래야 지 추나 서두산에 엔다지 대교 뉴교치야 특시 땅 아주 지 셰지요 아래 다 뭐지 얘네 추나 사베 대 뉴교치야 특시디 얘네 수신이래 대지 셰공에라 지 노섬 텐스 가디네지 두베나다 차다 디주나 부모 오신도고 제자 텔레야 처바지도 남자 탐지 캠바 생기지 고바지 고도 고유서레스 된다 준주들이 지레 지 가서 지 배션베이네 지 신고야르스도 안 대단 대 대점이 봐 미사 대녀르사르다 아 된 둔두디조라 지 친구베가 가서 고려야 나스게 메두사 친구베기다 대와르테 샹드고 但没啥的，我不要电话过，第一个男生给第一的，然后他就有点啥，他的成本就降了，大概还不下多。这成本降下来呗，就老赵媳妇就管了一下，人家就是哪怕他们这些嘛，住剩下的，那么就可说哎，那当停车就要被影响，看他这当可说哎，他刚刚停车就要被影响，刚刚的其他缺陷，人家哪怕他们这些嘛剩下的。뭐 누가 배는 거 충분히 다 드는 비통도 드는 드는 이제 직접 삼은 다 연주 사네 하나 대야지 자주 쓴 바디 저기 미지지 말에 깨봐 장면 도말라 아 가다지 신편이 신편이 되어 줌네 단 도나지 미신 달래야 편 편바 드라마인 편바 나서지 진야기 그거 종달로 어디 깨봐 장면만 보려 사비 연주 사 안 타마 타마들이야 왜 종달로 사네 안 장도 관달이 로정으로 어디 배 탈친지 에너지 상계 공부하셔야지 통화를 해도 와 이런 뉴스 안에 다 되지 오늘이지 라이프 소문을 초화해 버렸지 더가지 탐지 개발사 대상 지금 쓸 감으로 지 시행하면 드네지 소수 용토를 가는 뉴스 지금 삼단 뉴스 안에 탐지 개발사한테 지 그린 친구를 해도 와 지 코란베 탐지 개발사한테 나 탐지 개발 나 프로페셔널 나 프로페서 쉬우지 인지 코란지 부채하면 되지 심지어 생기 코랑기 시자 나를 시해봤대요. 심지어 신다고 되어도 장군 시다 시해보시래도. 근데 이 주사네 단 도나지 탐지 신발세 대한 딱 간다 코랑기 예 간다래. 지 이식 탐지 캠비 이식 차시 르르네 지 심지어 탐지래야. 지 편도업을 제외 가수에. 딱 매초도 그거 르르 차디도와. 근데 이 주사 대중들 때는 아다 디 에 소화체물을 도우삼대 내부 재정 네 所以在这里呢讲到当我们说想到利他的时候呢 但的确也真的是蛮困难的，比方说他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利他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帮助这个人，而且我们说 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不同的，每个人有自己的情况，有不同的背景，还有他有各自的需求需要，每一个都不同。所以呢，我们常常说要利益众生，尤其利益无量的众生的时候，你必须还真的必须要知道说这每一个众生他的情况、他的背景是什么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讲到这里呢，就会有一个词叫做骗知哦。我们说要证得骗知佛的果位，什么叫骗知？ 有时候想一想，所谓骗知，就是他真的知道所有的这些情况，他也知道这些方法。但很多人呢，我们一谈到说哦，这个佛的果位骗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佛陀这个骗知的人，他是一个在天神天界这样子高高在上的这样往下看呢。但反而想想，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有时候他似乎并不是因为 太高贵了，太好了，真的是因为他太低下了，他甚至是太差了，他真的是踏实的低下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真正的骗知呢，他是要低下来的，然后真正的他为了利益众生，因为他必须要知道每一个众生的苦是什么。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比方说他自己有一点小小的感觉，也是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早上，有一天他在吃这个
糌粑糊的时候，糌粑面糊的时候呢，就有一只苍蝇飞过来，结果呢就掉到了那个面糊里面去。那法王就想说赶快救它，还好那个面糊蛮浓稠的，所以它没有马上的沉下去。所以这时候法王赶快把它这样子拿起来之后呢，放在了一个这个卫生纸上面哦，好好的放着。但看着这它在那儿呢，那个苍蝇也完全不动了。那房子想说糟糕，这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该救他？心中想到就是，诶，人不是溺水的时候救上来都会做人工呼吸吗？但是看看这只苍蝇也不知道它的嘴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做人工呼吸，那再想想那还是做心肺复苏的这个比较好了。所以呢赶快去找了几根棉棒、哦、要做那个人那个心肺复苏药那样压嘛，所以就在这个苍蝇的大概是肚子上吧压了几下，法王说也不知道，搞不好也这样把它压死了。总之呢，这样压了几下之后呢，就把它放在一边了，那放着，然后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之后，但是就也发愿回向说，希望它能够好起来。隔天再去看的时候，哎，看到它不在了，那么。可能想说，诶，他搞不好真的康复了，飞走了。然后周围刚好有一只苍蝇在飞啊，也搞不好是他之前他的朋友呢，把他给救走了。总之，或者呢，其实他也可能死了，那有这个侍者呢，把他这个扫走了。总之，这个小故事呢，让法王他想到说，有一个感觉，就好像我们说人总是有办法，人溺水了，你会有这种人工呼吸的方法等等，但是都好像没人想过说，如果一只虫它掉到了这个茶里面，或者像掉到了这样的水里面去，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救它呢？似乎没有人这样想过，而这种事情却是层出不穷哦。所以这里就想到说，什么叫骗知？骗知它真的是连一个小小的事情它都知道，它也都知道这个方法。那想到动物有的时候还简单，因为你外在的给予它一些东西就好了。但是呢，人是更复杂的，因为人外在不满足，他因为还得照顾他的心，他心中还有各种的欲求。总之呢，照顾人有的时候是更不容易的，要利益的时候更是需要智慧的。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成佛？成这个骗知的佛的果位呢？而是他是真的因为知道说有众生有太多的苦了，他实在连忙都忙不过来了，他没看到他都需要这样去做，所以这个才叫做真正骗知哦，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说不仅如此，一个菩萨他要利益众生，还不就是一生中而已，他多生多世的利益众生。所以有时候想到说，像一个菩萨，因为他这样多生多世，他不断地受到各种的训练，他知道每一个这种利益众生的方法，一直一直累积到最后，可以说他的修心，他的这些智慧方面都圆满的时候，我们说他就叫做成佛了。所以这是一个成佛，是一个活生生很踏实的活生生的一个感觉，它并不就是一个文字而已，而是活生生的感觉的。所以说有时现在在想起这个骗知的时候，真想会有一种很感恩的感觉啊！还好有这个骗知，所以说呢，能够这么多众生都得到方法，得到救度。那么，所以骗知呢，并不是像是一个老学究、一个教授高高在上在那里说教，并不是的，而是一个真正踏实的、低得下身段的，然后来帮助众生消除每一个问题，这个就叫做骗知。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叫做智慧？一个菩萨的利他的这样一个。他的智慧呢，是指他智慧的每一小个部分呢，都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一个药，一个方法。那里呢？那对，他们这边嘛，他说的，俺就这样子嘛嘞，是吧？对，他们这边嘛，对的，就那俺就去写的。之前的，现在不是什么当年之类米呢？现在都有呢，国外有没看药嘛？但看屯大区区几年，归屯大全部自己，湖南没进啊，屯大全部自己弄出去了吧？다이미네가수냥베딘데라마르바데신드무시드스도가버시도와다이미네가수다이네야야초진네군체사야데초진네샤나딱개바참에숨스도장갈라하르시도와다초진네샤비네군체체데르군체차와체단지유사르송도스군체차와체단지데가라사나가수다체메숑드나야레괴베된군체바로군체사야지괴베된군체바로군체사格外对，就是他知道所需的发生了。等你打得了呀，格外对，跟前吧。但我做听上
这怎么领导呢？县院也更重要的。俺们这县院给把出来的县院给掏了呀，开发用还是通用。加上这个顶上这县院忙不起急呢，忙不起写不起了呀。我那城内的县院这个地方刚刚了，新的嘛说那边失落了呀，是不是改建？他说这盐的不当。俺那野鸭蛋、乱豆蛋，这个得洗不起干。你那南路了嘛，街头民都是他，烧啊、晒那里边脏话的处处民都是。他那些这县员忙不主要的的，因为呢这仓库了就卡起的路下去，说是哪里啊？我那城内个就地基用啊去，县员的那个民都是，顶多县员去。这里就是啥呢？地基用啊个县员，但南什么呀？卡巧的县员就弄，这里就野鸭蛋。来做结果都是人都通用，这些年纪的，啊，但我确实啊，我那现在确实啊的，看难度高呢，这利益有啊，这个投入起因素有啊的，确实给的是，确实都啊呢，利益难给难什么利益有啊的，他不就结果啊，别就结果啊，这结果是我们的。确切确当确情给工业呗。还是没有看看的价钱确个没有的确钱给没有的你看看的价钱就是啥呢你确个你确钱给没有的呀给马拍马道歉确钱给个可能个没有的确哪里呀给用多可能个没有的确哪里呀给你确的可能个没有主要钱的怕别去当马道确个没有主要确个没有主要钱的最别去当个没多但是你别去马当的当然就不去价钱但是你就是啥呢但多呢没事的意义啊没有的春天三百三百然后呢基本还是先一年掉等等这个没有的长满什么的长满但长满什么的样子别给他说一些有些啊没在这之前过了没他说没养活出去但前些年等等这个罗布中是特别硬的那些年他说的全大爷没事全大爷不记得没事你不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啥呢他天天前行给是多呢俺不是天天给他了老总这些叔叔里面叔叔里啊老总这些你现在里面老总这些这些差别呢我也到军衔去瞧一会儿的那多少的三个军队的国让老你都爱接空了呀听我拿过来呀国让给国让唐凤爷的呀老出了高压器俺他们的国让国让的呀俺这个说他说老总的这对我你就看一部的对看出来这些不切看不切这俩看不切这俩看不切呢他看不切那个背起古兰个原点的背他说必须的不切这背小没吧这样他这身边写了呀古兰个他年龄的到不看一部的把他过下写的他写什么的他过下写的那上面他就让我追呢这这这的话啊这就这三个工业的工业的啥的全部拿了这这的话啊这天呢全部都给预判上的这就三单独呢工业啥的确实呢各位中国前面的工业是拿我们的当然说确实那边这啥的新部长也写不来也啊这偏到快的要是他怎么你刚才啊你新部长还是要来自己的代表呢啊那这个将来都过县院级的都过你们是家给我个实在不是应该来的就今年我说你是第一有的是他偏到没多那是这个钱的偏到也能干什么开发区也能给偏到接行也能干什么但是可多的呢当然是但面包区呢面包区给面包开发区因此开发是不是也不行但这个那参边哪次破的你这面具结果呢面仓嘛这些呢就要买了吧面落这个吧我的长辈面的都可是破坏面的亲辈面的你给面的藏不了这些呢你知道吗但可能我要的可能我的是呢枪不长长辈面是杨昌子的这不等等有些的长辈哪子长呀个面什么的枪不长呀个面他们是干了面给我干的干的可以呢枪不长呀个面的可能是这边的可能我要的贴的这是这种情况呢可能给我的全部的当然是我那时候呢我那时候呢七个这个人们的蒙古去玩的当然是
什么时候这个还说大家你们你看大家你确实是就是呢大家谢我钱了的那特别民众钱别让阿嘴培育你啊别让阿群军哥了阿嘴培育似乎龙骨是不是好的他那不是你办事哥什么的做同样要么的似乎龙骨是不是没掌握了不是你们这个两个这些呢还是这些金用的差的前面就是行啊，你要去呢？还是当植物的植物，你们你看，还是那点不大。对那钱的，就是行啊，两个钱，对吧？你都给起来，写点不大。你们这做都给起来写点，几不要的，昨晚的截图要的，几不要的。大庭上重建哪了嘞？爸爸的牙签正重建的是哪了？就是你去自批，不是就是你去自批，不得不见面嘛？这边钱，两个脸那边扯完了。这个有蛮大的这些就是你去这批的这蛮大的这些都是招的嗯我说两个的是不是钱的有的因为第一次看到你在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两个两个的可能这个钱的有的第一个钱的钱的有的做托过来的铁的我做过来的铁的因为我做唱着的是不是这个的乔安对满不及的被 involved 告诉我 involved 是那样的他们的告诉他的我们引起起心里面他在在下的我的是那他还是被用处被错用的被过去的就算了他被过节节我也那句说说过来被给我节节你生日的日子拿到了被告诉我过吧俺提出嘛的，搞成十几路年前，俺这爹爹都用多。俺上次和两个小辈呢，就说拉面啥都用多。我那现在两个小辈，第一小辈叫嘛咯？但伊呢，第一小辈什么？那可能第一小辈你自己搞咯？但伊呢，两个小辈，第一小辈呢，之前起码有几生活。现在等的时候上班我们大多些了，俺就是有存在位。还是爱买人不先爱看了呀？现在是咱教子教子的，帮帮忙全部记得来着。所以在这里讲到骗知的时候，但还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骗知呢，似乎是很还是不容易。我觉得是那些，就是你总之全心全意都想着他人的这样一个人，那所有因此专注这些小事，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就是很重视这些事，所以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我们自己还是觉得很难，然后同时觉得骗知呢，会觉得那需要你要花上三大阿僧祇劫一个菩萨这样的行持去做，总之还是觉得骗知很难。但法王觉得说其实并不怎么难，因为我们在一生当中其实你也可以做到试着去做这样子骗知的一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对骗知的定义首先要有一个了解，因为在适量论里面就提到说什么叫做骗知，就是知道别人所需，知其所需要的是什么，那这个呢可以说就叫做骗知哦。但是呢有时候现在想想，虽然说教育普及了，而且每个人很多人知识也都丰富了，那法王说他自己也遇到一些可以说是有知识的这些教育家吧，那么所以他们也常常在给予别人知识，授予别人这些给予教育。那但大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社会上这种教育呢，大部分都是向外的。举个例子，有点像一棵树的话，他们跟我说就是他们跟法王提到说，现在的教育很多时候真的都是向外，就像是一棵树一般，总是那个枝叶的确向外长得很丰盛，但是真正如何向内心找寻快乐，向内的这些知识呢却很少。就像一棵树，它枝叶很丰盛，但是它的根呢却是非常的浅，它的根是不深的。所以说现代的这些教育也好，大都向外，没有对于如何得到快乐或者向内心寻求快乐这些知识呢，却是非常的缺乏的。所以我们常说佛法，其实呢真实来讲，佛法是什么？它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向内心找寻快乐的这样一个方法。而且一个我们说修行人，什么叫修行人呢？就是他努力的，他向内心找寻快乐的这样的修行，这样的人呢就叫做修行者。但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一个修行者，他有时候却把佛法呢却
可以说错误的来用了，就是说他只是利用这个佛法来满足自己的这样的私欲哦，但是呢，他却没有修持佛法，用这个修持佛法来改变自己，所以说呢，不是，这佛法的目的跟修行人的目的就不一样，把那个修行人的目的放在那佛法上面，用它来去满足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好，这一段也。